什么样的方程式的表示法？当我把它表示成什么样子的时候，我就有办法判断它有没有答案。是一个乘法。我要我。你说。分类。那用什么方式来分类？还记得我们早上其实哈，早上那一张学习单里面就有谈到了。对。我们是用那一种方式。我们哈，我们是用这种方式，就是如果我有办法把一个不管一个什么东西，甚至可能会复杂一点，就是只要我有办法把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式写成这样，注意听了哈。只要我有办法把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式想办法写成这一种形态，我就可以判断它会不会有答案。怎么判断呢？然后，对，从这个数字来判断。对，从这个数字来判断。注意听了哈。这个一定是一个数字，未知数通通被丢到这里面去。玉神，看那版了哈，注意听了哈。如果我想要判断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式到底有没有答案，我的方法是我把它变成这个样子，变成这个样子之后，这一个会有三种情况，哪三种？可能你出来答案可能是正数，第一种。第二种呢？分数有正有负啊，正分数包含在这里面。正数里面有包含分数、小数跟整数都没有关系。巨龙开吧，不急着算，我讲的是你们一定要记得，不急着算。还有一种情况是怎样？负数。还有一种。三种。只要我有办法，所以你为什么要学配方？我只要能够配方，我就可以把一个复杂的事实变成这个样子。只要我有办法变成这个样子，变成这个样子之后，这一边如果你看到的是负数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无解，代表这个方程式找不到答案，因为不可能会有一个数字的平方会是负数，所以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说呢？找不到答案，这种情况。这种啥找不到答案，这个也找不到答案，但是他们两个不太一样。这种是怎么样的？两个解会一样。比如说 ，x 减三的平方。所以它会写成 x 减三乘以 x 减三等于零，所以它等于零或者它等于零都会让我算出 x 的答案是三。所以这种情况，那最一般化的写法怎么这样子写？答案是什么？
a 分之负 b。a x 加 b 整理 a x 加 b， 所以它等于零，或者它等于零。那 a x 加 b 等于零怎么算？加 b 丢过去会变什么呢？减 b。a x 留着，接下来我丢谁呢？丢 a， 所以 x 会等于多少呢？负 a 分之 b。所以如果你写成这样，那么你这两个算出来的答案都会是负这个，对。所以这种情况，我就会说你这个方程式，你这个方程式可以算出两个相同的答案，都叫做 a 分之 b。这种时候我们叫做纯根。就是说有两个相等的答案，有两个相等的答案。如果是这一个，这个会相算出两个相等的答案，上面这个，上面这个会算出什么 ？A 加 B 不是不是。a x 加 b 就会得到什么？这一个开根号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开根号后有几个答案？两个答案，正负根号这个数，所以可以算出两种答案。为什么会有两种呢？因为接下来你会把加 b 过去，对，然后再把 a 过去，所以 a x。会等于这个正负根号这个正数减 b， 对不对？然后我要解 x 呢，就正负根号正数减 b， 然后再怎样除以 a， 所以有两个答案，一个是正根号正数扣 b， 一个是负根号正数扣 b， 都是在除以多少？会有两种不同答案。这边的这边就是会，如果你得到正数，你会得到两个怎么样？这个的意思是代表，这个意思代表你会得到，来关键这边会得到两个相等的答案，两个一样的答案。上面那一个呢？一样是几个？一样是两个，但是这两个怎样？两个不一样的答案。来，把黑板的东西写一写，写在笔记本上。我们在讨论一元。把黑板写在笔记本上，把黑板上自己写。基本上我谈三个东西，你能不能自己写，还是你只能抄黑板呢？一元二次方程式有三种情况，那我要能够他判断他是哪一种情况，我必须要透过配方的手段。当我把它完成配方之后，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有没有减。如果配方之后，另外一边的数字是负数，不保证你的情况。如果是零，代表两个答案会一样；如果不是零，两个答案一定会不一样，也就是你一定有办法算出两个不同的答案。如果等于零，这种情况叫做完全平方式。好好的自己做笔记。其实我讲的东西，可以把刚刚那些你刚刚觉得比较困难的东西擦掉了，就是主要是要让你知道这个东西。经过配方的手段，关键在配方的手段。
候我就可以看得清楚什么时候会没有答案，什么时候会有答案，然后有答案的时候什么时候会是两个相同的答案，什么时候会是两个不同的答案。也就是说一元二次方程式不一定会有三种可能，那你在解方程的时候有时候会没有答案，有时候会有答案，那有答案的时候有可能会是两个答案，就是配方之后会更多，这种时候会得到两个相同的答案，要不然的话一定会是两个不同的答案。为什么会两个不同呢？因为你开根号会正一负，对。那为什么等于零会只有一个答案呢？因为零开根号只有一个答案，对。零开根号只有零。可是如果你不是零，比如说是二，二开根号会有根号二跟负根号二。所以如果是零的话，会是两个相等答案；如果不是零，是两个不等的答案。你们的那个作业单都收了吗？
出一个关系式出来，这样子。你的写法，它是拿掉六合呢，六合哦，不是六合，六合。
加是可嘛，它扣六可以。来，同学，请问一下，这种写法你看不看不看得懂？来，开始加二扣六，等于九十六。来，同学看另外，这个你看得懂吗？这个你看得懂吗？他在讲什么？本来有几个？一开始加二，然后卖掉几个？六盒。所以这边是盒这个单位跟盒这个单位在相减，对不对？一开始加二盒，这个是六盒，所以他们两个相减就剩几盒，对不对？那每一盒有这么多个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的单位是盒，这边的单位是什么？一盒有 x 个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盒跟盒相减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算出来仍然是六被括号到里面去，不同的想法，不同的想法，哎，这是对的。还有别的写法吗？会上吗？解决这个问题。
天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是会变什么？x 二次方，然后呢，加2x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减6x，然后等于什么呢？96。然后这两个可以做并项，对不对？就会变成 x 二次方，然后呢，2x 减6x 会变什么呢？减4x，看那版哦，哈，看那版哦。到这边，到这边，你们同学有两种算法。因为到这边你有两种策略可以用，注意听啊，注意听，就要看你做好，就要看你打算用什么策略来用，就要看你打算要怎么算。如果我用那个新平，如果他这样子写，包含文姐也这样子写，也就是说他的策略是要因式分解，这边变点。要把这个分解，对不对？要把它分解，那他们也分解出来了。x 减十二跟 x 加八，写到这里之后，写到这里之后 ，x 减十二乘 x 加八等于零。注意看了，有些同学这里不会哦，注意看。有些同学不会的，你要注意点。这两个相乘等于零，两个相乘等于零，就代表 x 减十二等于零，或者 x 加八等于零。那这个要等于零，代表 x 必须是十二；这个要等于零，代表 x 必须是负八。也就是说，对解方程来讲，你有两个答案。对解方程来讲，你有两个答案。可是我们要再回头看一下题目 ，x 代表什么？桃子的什么？桃子的什么数量？哎，开始到底是什么？没有回答我问题。哎，开始到底代表什么？没有回答我。一盒有几个？对不对？你算出来的这个答案，你算出来的这个答案是，你的单位是一盒有几个？而且你不要小看这个哦，你讲不出来就容易写错答案。你算出来的答案是一盒有几个？那一盒有几个？哪有负八的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会说全答案不合理，因为我最后 x 代表的是一盒有几个，一盒有几个，所以比较合理的答案是这个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算出一盒有十二个桃子，一盒里面装。所以你再回来刚刚我们那个图，一盒。刚刚 x 个总共有 x 加二，所以现在 x 算出来是一盒有十二个，一盒有十二个，一盒有十二个，请问它装了几个？十二加二，所以装了十四个。一盒有十二个，装了十四个，也就是说原来的桃子有几颗？我们就会用一盒十二个有多少？十八。14，剩下的到多少？168，所以最后答案要写这个，对不对？来把这个写完，这个是用因式分解法，这个是用因式分解法，有人是用配方法。接下来请你们挑战第六题，第六题比较多。这是用因式分解法。你可能来，同学，有些同学你可能没办法全部听懂，但是你慢慢让自己变懂就好。每天多懂一点，每天多懂一点，只要你不要放弃，你永远有机会学会。但是一旦放弃了，我就救不了你。放弃治疗。像我们姐这一题就解得很漂亮，她只是刚刚可惜掉，她解到这里没有，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所以就是。慢慢会，慢慢会，就会会到越来越会，就是整个题目都能够自己解。同光跟重生要写好哦。单位很重要，单位马上搞清楚。第六题这里难了。
没有问你，不行，他第六。第六题的感觉就是你在一个果园里面种，本来种16颗，对不对？那现在的产量可以到400，一颗啦，一颗就400颗，一颗就可以生产400颗。那我们当然会希望产量越多越好，对不对？那产量要多的话，当然那个树就要种的越多越好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吗？真的吗？树，同样一块地，对不对？我的地就这么大，对不对？我的地就这么大，现在我种了16棵，我现在种了16棵，我希望我的柳丁可以收成再好一点。你多种一棵会发生什么事？对，你有讲到重点，因为你多种一棵同样一块地，对不对？你多种一棵同样的营养，同样的土地，对不对？大家分到了营养是会分到少了一点点，因为少了一点点，所以每一棵树本来可以产400棵，对不对？现在变成要下降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要把那个过程写下来，就自然会列方程式。第二个，本来是16颗，每一颗哦，这个同学这个单位一讲格是错的，正确的单位是什么？每一颗的产量400。那是不是这样子讲的？每一颗的产量400，所以正确的单位是一颗几个？对不对？16颗的时候，每一颗可以产400个，对不对？加了一颗呢？有没有人认为第二个是错的？加了一颗呢？有办法。这边变什么？他怎么讲？产量减少，本来400，对不对？减多少？减10。每一颗本来可以产400个柳丁，现在只剩下多少？390，每一颗哦。请你把这个继续往下写，写出来你就有机会写出方程式。可以不限量的，你觉得你的树越种越多越好吗？是不是有一个极限的感觉？就是到某一个时候，它会有产量最……我为什么会想要多种柳丁树？就是我希望产量越来越多。可是你种的越多颗，每一颗的产量会越来越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有一个极限，就是产量会有一个极限最大，会有一个最大的时候，其实上会有一个最大的时候。试着写，银秀，你这个写了吗？写了，再来继续往下怎么写，知道吗？再来是几颗？再来是两颗，一颗变两颗，对不对？再多一颗，这边会怎么办？减多少？会减多少？会减20嘛，对不对？每多一颗就少10啊，每多一颗就少，再多两颗就少20啊，对不对？再往下减就减。再多几颗？多3颗，这边要怎么减？400，减多少？减30。我这样子写太辛苦，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接下来会怎么写。他最后是在讲产量，对不对？收成，请问一下，收成的单位是什么？收成几？对不对？收成几个柳丁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算收成呢？收成怎么算？一颗
少颗，那个是讲一颗而已啊。可是我现在有种，所以收成怎么算？看我种几棵树，对不对？啊，每一棵产量是多少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两个要做什么运算？要做什么运算？两个乘起来就是我的收成，对不对？那我如果加种一颗，我的收成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我再加种一颗，我的收成就会变这个样子。我再加种一颗，就是我的新的收成。那他希望到底在什么时候你的收成？他希望你的收成是多少？七八四。Yeah.
知道那个十跟十四是什么意思？选用。那什么时候才能这个？然后往左右，他的意思说，加重十颗跟加重十四的量。对。加重十颗的产量是七八四。加重十四分的产量也是七八四斤，那加重十四分的产量是多少？来，同学，来，同学，来，暂停两分钟，剩一分钟，来看这边。我发现你们算还不错，就是会算的，他不太会算的没有关系。我先用他的答案，他最后算出来的答案是十跟十四。哎，你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意思吗？也就是说，他加重十颗，注意听哦，多重了十颗的产量，跟他多重十四颗的产量是一样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种感觉是我种的那个柳丁啊，树越多，我的产量会越来越高，产量会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产量越来越多，多到一个极限之后，你再加重柳丁之后，它的产量反而会让它下跌。气了啊！进来！你信？